社区的故事都予社区家己来演，为着将社区的特色甲文化传达予搁较侪人来知影，由原彰乡公所经过分管政府向文化部来提案，邀请来自台中168剧团的专业老师来到原彰乡芋仔台社区，用着十节课的时间，教长辈用搬戏的方式来演出社区的故事，将会伫咧十月份的时阵来演出予大家来看。社区长辈对着老师的指示，当地练习搬戏，这是原彰乡芋仔台社区为了将社区的文化和特色保存并且传达给大家，由原彰乡公所经过分管政府向文化部来提案，要用社区剧场的方式来将社区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讲，因为这款增加人啊，阮这都大家较为着经济问题，拢认真在赚钱，认真在赚钱呢。拄好跩较有血人，伫遮伫咧啊做这个工课，也来遮咧演戏咯，当在在也拄好做这个娱乐，算真正好啦。种土豆，种土豆啦，啊，晒土豆啦吼，啊，像咧叫做大细，迄落种下来就爱砍土豆、收土豆。社区故事都予社区家己来搬。除了邀请来自台中168剧团的专业老师来教演戏，更是将社区长辈上届印象深刻的故事来收集起来，其中包括种土豆、晒土豆，也够地方信仰，以及上届特别的李署长的歌戏。爱我也是我。所以来你讲，我就较硬啦，因来详细的去啦，啊，都大家在老岁仔年纪较大，在拢安感觉足有心得，安足大家足欢喜安尼啦。本次用了十节课的时间做搬戏的训练，中正为着这摆表演，有闲的时间也会少少做回来练习。希望社区的故事会当一直来流传落去。然后呢，他们虽然都已经上了年纪了，可是他们有丰富的生命经验。所以呢，透过他们的，我们去收集他们生命经验，所以才会讲到镜头导这件事，还有他们的勤俭怕拼的那个精神。再来就是他们有农闲的时候，你把杂锅啊，这是很寻常的东西啊，我们很生活化的东西，就把它演出来。最后他们这边的重要信仰就是那翁牙公，好，那都是他们提供出来的。社区剧场就是在彰显在地的东西。除了芋仔台社区、原彰乡，也有仑台社区以及五地社区，也有安排社区剧场的活动。其中芋仔台社区剧场将会伫咧十月初九，伫咧芋仔台社区进行头一场的演出，来予乡亲来看。欢迎大家共享盛举。记者陈桂珠，长报道。